咱看是每年这個高中生、大学的这入学的这管道又个变化了。大学的这联招会的这规划啊，后一年到这大学的多元入学内面啊，讲要含并着这个环生计划啊，啊，就是讲这个推进的含这环生计划要合作会，啊，不过这教师会甲家长团体因是反对哦。高中生大学管道又搁会出现变化，大学校联会规划并购一百年清算离开学校推荐，会变入环生计划成为环生推荐。虽然简化离开管道的目的，全国教师会甲家长团体拢表示同意，但搁认为时间上过赶，而且名额减少，无顾虑到学生的权益。学校推荐都并进去了，那整个名额并没有增加，那家长非常担心，这样子下去的话，会影响到目前的学生的权益。全教会表示，九十九学年中前三届学生、大学学生有一班两千多人，环生计划有两千一百人。不过一百年两种立学管道合并了后，仅保留五千个名额，毋但名额差真多，连申请科系有差别。而且政策决定每年实施，影响上大就是即卖高二学生。呼吁教育部搁再进行评估。不过教育部表示，方案去年就公布，而且未牵连到考试科目变动，没有影响。如果是在准备升学的时候牵涉到考科的变化，哦，可能啊就会影响到考生的权益了嘛，或者课纲的变革，这会影响考生的权益的。那这个部分是不影响的。教育部表示，即卖学校推荐离开大部分的学校拢无算过，申请人数真侪，也失去原本政策好意。另外，离开管道变计是由教联会规划，属于大学自主，时间点应该就是明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